那我们要问吧，这种境界有没有人见到过？到底哪些人见到过？证据何在？跟诸位说明，宗门教下都有。禅宗里面，你们看景德传灯录，看五灯会员，看宗门里面的公案，看教下祖师大德的传记，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就体会到了，他们真的做到了，真的其如这个境界。我们自己好好的努力，加一把劲，也能在现前其如这个境界。必须要晓得，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能够契入祖师大德所契入的境界，我们的功力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戒定慧这三种力量超过他们很多。何以见得？这些祖师大德如果生在今天的社会，他也未必能见到啊。今天社会的大众烦恼习气比过去的人不知道要重多少倍，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那加的倍数不能用十倍百倍来做比喻了，千倍万倍啊，诱惑太大太大了。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能够觉悟，你能够不迷，你能够不掺杂丝毫不善，你的功夫比他们高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你在现前这个世间能其如古来的祖师大德，没有不佩服的，没有不赞叹的，没有不尊重的。我们自己要好自为之，决定不要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。烦恼习气是什么？杀盗淫妄啊。贪嗔痴慢，这是我们习气的，决定要随顺佛陀的教诲。我们学佛没有别的，就是学佛的存心，学佛的行为，这叫真正学佛。这是说明亲近诸佛菩萨戒律深重。我老老实实告诉同修，全在现前，真实不虚啊。就如华严经上所讲的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植，下面具体给我演善法者，哪些是善法？为人天生，学佛的同学，包括世间许许多多
宗教的信徒都承认人有来生啊，有前生有后世啊。现在连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，包括他们的传教士，也都接受轮回这个概念啊。在外国他们用了许多科学的方法，里面最多的是用催眠术啊，让一个人在催眠状态之中说出他的前世啊，前世啊有从人投胎来的，有从畜生投胎来的啊，还有从啊从外太空别的星球上投胎来的，许许多多的记录啊。所以那一些神父牧师传教士也都肯定啊，佛法讲的六道轮回是真的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我们来生能不能得人生，要修善法啊，善法里面还掺杂着少许不善，这才能得人生呢。诸位要听住哈，少许啊，少许是什么程度？大概掺杂着10%以下，不能超过10%，超过10%，人生就得不到。10%以下，我们刚才比喻这一壶很好的饮料，里面掺杂着一点毒药，因为它的量很小，还不至于送命啊，吃了固然是有伤害，还不至于太大的伤害，你来生得人天神呐。可是声闻缘觉那就不行，那是丝毫都不能掺杂。我们用佛法的话来说，见思烦恼要断尽啊。那么他掺杂的是，掺杂是无明烦恼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，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那是极其微细。在我们心目当中，那他的烦恼是完全没有夹杂的，但是极其微细的烦恼是我们凡夫不能觉察，佛知道。声闻菩提，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悟啊，声闻是阿罗汉，独觉是辟支佛，这两种都是属于小乘啊，小乘超越了六道轮回。